今天最爱的书，老虎老虎说好书。今天读的是《蓝雨精益记》，作者在《蓝雨精益》的三年又八个月所经历过的，全部都写在这本书里面，让者一起进入蓝雨的世界。打五组的二零的话，基本上就有点类似大多数文化里面所讲到的鬼。